摘下梦境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直连陷阱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心结会那么有看得过我吗？如果你在沉睡下梦境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直连陷阱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OK， 这是个问题，无限给出答案。慌的是我，当然选择同一答案。答案当然是会，没有别的打算。我想拥有你，只是你说你很麻烦。你一起一小时就像一分钟，对你那些感觉无法形容。的想法已经还是掉了，可能我非常害羞，但是望你能听懂。如果你在沉睡下梦见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睁眼想见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想结婚，那么有考虑过我吗？如果你在沉睡下梦见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睁眼想见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想结婚，那么有考虑过我吗？会是我吗？不是我吗？每个夜晚都有你的陪伴，躺在你旁边才能把酒睡完。我多么幸运拥有你的好心情，他没毛要求，我会一点一点仔细倾听。我不知道未来的生活怎样，现在努力才是应有的呈现。会保护你，会照顾你，要变得很强，然后找到你，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如果我心中没有动力，那成功我并不奢求。如今你是我的动力，为的是把你的白头决定，只许自己终于不求领导加了排除，刻苦学习你会看到结果全是 A+ level。会是我吗？会是我吗？被你充满却在爱的会是我吗？我是我吗？我是我吗？为你戴上戒指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在沉睡下梦见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睁眼想见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想结婚，那么有考虑过我吗？如果你在沉睡下梦见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睁眼想见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想结婚，那么有考虑过我吗？自己期望爱你留在心间，到那个尽头对你说不明地走，温州这一片我想发挥，想想给你浪漫。最想梦见的人是我吗？如果你一睁眼想见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有危险想到的人会是我吗？如果你想结婚，那么有考虑过吗？Beam Music Productions。